静啊。大家好，我来自高雄市美浓区龙山国小二年级，我是陈品仪。这是我的画，主题是夏，我是夏卡尔。今天要分享的文学思想是生命。树就像树人巨人一样，它的生命很长。天，树皮也像树叶一样，天天都在老化。有的树可以活很久，有的树活不久，有的树很老，有的树很年轻。有龙山国小的树很老，树需要水，要不然它会死掉。我希望它们可以长生不老。不老。嗯。我的故事说完了，谢谢大家。来，把你的偶给大家看，因为你没有空，哈。你是一棵什么？榕树小姐。小姐。你是一棵年轻的榕树，对不对？不是小姐哦，小姐，你是先生哦。啊，好，很棒。